太阳能电池把太阳光转换成电能，可以用来制成一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。太阳能电池一面接收太阳光。管脚就可以输出电流。比如 AM5710 型太阳能电池，在获得充足阳光的情况下，它可以从正负极输出的最大电压为 4.6 伏，最大电流为 13.7 毫安。